Just so you know, Sam, Life are stocked with materials you can use to fabricate equipment. You can also take what you need to build structures. That said, there are limits to what each facility can spare. Check their terminals to see what they are.是主线问题吗？我在想小岛是不是跟外送员发生了什么？这是蛮远的呢。对啊，好像不太合理的。难道后面有车吗？可是没看到车啊，是机车吗？ 因为机车我留在上一个地区啊，我坐船过来啊。感谢澳门呢，有车吗？感谢澳门真的5个订阅啊，谢啦。 先拿资源，哇！感谢啊，又送5个。 感谢正中订阅，看不到谁被送中了。你们看自己有没有送中，打个字，前面徽章就是被抽中了。哎，我们拿一下那个材料。 金属。嗯，还有什么东西呀？
动不停，等一下我们呢？大小太大了吧，好，先去吧。我先把这个金属那些弄满，然后等一下看一下另外一个需要什么。把这个弄完才有车吗？这真的要直接跑过去啊？这边我们先把这个金属放好，这边差100斤。400，好了，没事啊，来100了，过了。OK。升级了没？五。这已经，不是超过了吗？100，不是多100吗？是-100吗？还有500哦。啊，一直给一半吗？不行啊。不然就超过吧。
别人的建筑哎、欸，我刚帮别人的建筑升级冲他脚，完全没什么屁用。重建道路。需要那个水晶、金属还有陶瓷，去拿一下。有啊，缺金属和陶瓷。是对着某一只跑呢，那个车啊这边。车不能开啊，可以开吗？拿一点金属啊，他金属不够。对了。没事没事，啊，应该够了够了，不知道欠多少，应该够了。我看到以后送的外送公司的名称了，小岛外送。哦，外送。哎。Weapons restricted. 哇！别倒了。
欸，有车了吗？可是没车啊。车被丢在哪边吗？可是我一开始出生就在这边啊，但我没有看到那个、啊、车子啊。还是最前面那边，最前面那边有台面壁的车。所以我要传送过去把车开过来啊。Stumble across any memory chips on the road, be sure to submit them via the nearest terminal. There's no telling what kind of rare and valuable data they might contain. You're sure to make someone very, very happy with your contribution. 很小。上悬崖，你看看呢？先全部存进去吧。分享机，东西是银虎啊。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 银虎是啥小？这游戏最令人催泪的不是你跟 BB 的关系，而是当你拿到第一台车的时候。啊。把东西都存进去啊。
我的车嘞，冲光小了，我去休息，然后去传送。难怪这群傻子重建不了美国，因为他们连车都没有。Good morning, Sam. Blood collection complete.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那我要用传送的吗？先洗把脸吧，我觉得他已经快不行了，他已经跑很累，给他洗把脸。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功能叫幻觉呢？你好，波浪服，我要点餐，一碗牛肉面，葱花越多越好。Really important to you. Okay, close your eyes. Picture your station. 有没有100块啊？ Hold it in your mind. 有没有牛肉面呢？好玩。怎样？传送。你可以传送，但你却没有车。有了，这边有车，我要传过来开了。有了，有了。Sam, looks like some cargo has been transported to its destination on your behalf. Head over there if you're having trouble. Beginning scan. Have a pleasant journey.车放在哪？嗯，是放在这个港口啊。
车库，看看啊。刚刚那边没有啊，刚刚这边有没有？对啊，这边车库是空的啊。喂，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要跑了、啊，要解进度才要给车、啊。我们这边没有，我就传回去了，给任务了。有可能就是真的是要你走。应该是没有、哦，你看，这边是新的地方啊。没有啦，这边没东西啊。哎、欸，这边怎么有车？这也太扯了吧！还要我把车，还要我自己回来开哦，真的是超夸张的，真的是超夸张。真的是很扯。好啊，放载具啊，日工啊，我们可以接啊，在这边不能接，那我们要传回去，帮我们传回去吧。要传回去一开始那个点，然后才能那个接单呢、啊。好吧。爸爸，你不要再压我了，你下巴好尖，我头快被刺穿了。操你妈的公安！就喜欢我这样，他就喜欢我这样疼他。嗯，在那边乱讲我跟他之间的事，他就喜欢我这样疼他。Sorry, should have come sooner.
山姆的订单，这三个先取消掉。然后把那两个资源加重送，古方药不能加重送资源吗？走吧，走吧，骑机车去拿货。无敌的，我无敌的。为什么我是走这啊？这要传过来这里吗？我还没传送哦。对啊，传送回去，刚忘记传送回去了。不解。车放进去应该就已经算存了吧？还是一定按车库？加速刹车到冲刺凹胎呀、啊！钓鱼，拜托车要来啊。哦，我的天哪，他还一定要存放车库才算存到车库哦。不太便捷。
太多段了。完。有可能会有吧，过场动画，我等一下看一下好了。有啊，它可以互动了，没有直接的多人。有。这里还不能按呢、哦。好、哦，我们来看一下。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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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喝捏捏。喂，把你，嗯，嗯，掉了啊！喽，开车出去喽！为什么没有车啊？太懂哎。他的车库不能互通哦，一定要在那边哦。嗯，哇，真的蛮屌的，又存了。